俺作为安徽省第一名对抗路，却被你们称之为二狗，哎，还有曹贼。我就弯这俩英雄，咋被你们叫的这么难听？隔壁的马场老狗喊着不带听的，到我这咋就变了呢？比不过那就加入，看这是什么。此刻我就是你们老公可望不可及的女人，以后啊，谁再叫二狗就和谁急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这四楼这是真的假的呀？于总呀，我靠，打不过呀，我打不赢。怎么把他夏洛特给抢了呀？这绝对是假的，怎么敢在国服面前抢夏洛特的呀？在国服夏洛特面前秀夏洛特，就连这简介也是他的，这要是坑了不得被骂死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坑了还能给我来个现场一对一教学。不瞒各位说，上个赛季我夏洛特差一点也拿到大国服了，这个赛季为了冲百段对抗路，我也要打一个国服夏洛特。梦琪带的是惩戒，直接和他抢线，两层被动啊，哒哒哒哒哒，一个人怎么敢来上路支援的呀？直接拿下 first one。 这个金山但多少有点反应迟钝啊，开局两分钟还在问真的假的。中路露视野了，可能要打团，先攒一层被动，没视野了就往后退，我们是不能打先手的。看好于总的位置，他在干嘛？他要蹲了，他要上了。哇靠，于总跑的是整块呀，直接没了。我说吧，没视野不能乱探的，永远不知道草丛里有几个猛男，竟敢瞄我于总，直接来个哒哒哒哒哒，拿下。我可是看于总视频学的夏洛特，肯定不能给他丢人呀。于总在凯龙还是老鬼局，先卡被动，没有被动进场很容易被秒，被动要断了，直接万箭穿心卡五层被动啊，哒哒哒哒哒，手里还有两层，一技能再横切一下。王昭君要控网，直接大招霸体免控，这控制不得不说是真多呀。有闪现还想晃的，直接来个一闪，再来个哒哒哒哒哒，妥妥的一打四，再来个快速回城。正所谓失败尽常态，好好的顺风咋又开始收下来呢？这控制是真多呀，他只能放了。大乔体系真的是太恶心了，对面还这么肉。哎呦，这露娜，我靠，这么秀还在秀月下无限连，奶奶的这是谁啊？一个人秀我们五个，我去，还让他走了，我们没办法了，只能看于总的操作了。好吧，也是在刮痧。不得不说这露娜绝活哥真的太牛了，但我的意识肯定也不差的，没猜错的话你在草里把露娜直接骗出他的大招。这一波能打，兄弟们，露娜没大了，翻盘点来了，直接再卡一层被动，万箭穿心进场，大招免控，四个人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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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露娜的大招不就是在刮痧吗？现在大招才刷新，还想秀我们有啥用啊？直接二技能跟上，一技能加速，还开近身没有用的，直接大招击飞啊，哒哒哒哒哒，送你回家，继续卡被动，出一下塔刷新一下塔伤，回头再来一个哒哒哒哒哒。梦琪来了，没关系，继续杀。被动的我们就是在给我刮痧。哎哎哎，给我喘枪，给我喘。对面大势已去，后期的露娜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这游戏就是这么奇妙，有时候因为自己断一次大而葬送了弟弟。这也不怪他呀，谁叫我意识这么好呢？一五三二幺，直接拿下。